大家好，我是小草。这一场是卡莉在天赋 buff 过后的实战解说，是 buff 吗？好，我也不确定，但是改版资讯在这里可以看到，成长攻速从 1% 变成 0%， 那这毋庸置疑就是一个 nerf， 但是其实卡莉本身不算是一个常常在丢普攻的英雄。那再来是这个被动的部分，将一开始就有给一个40点的基本魔攻，这就是一定是 buff。那这样的话会再帮助前期增加这个清兵的速度，那这个东西到后期其实跟原本是没什么差别的。那再来是一技能，这一定是削弱，他把基础伤害跟这个 AP 系数都调低了。但是整体来说呢，卡莉这一技能不是主要拿来杀人的，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见仁见智，就是调低了他在前中期的清兵能力。只有呢最后这个大招的部分，你可以看系数的部分，从110、140、170加 0.15 AP 的这个系数变成79、110加 0.09， 看起来调低了非常的多。但是其实之前的卡莉的这个大绝动画没有这么多发子弹，变说他把一些子弹的数量补回来，那我们这里反正在送，我们不要理他。之后呢他还提高了这个大绝的飞行速度，所以说整体来说这个大招算是输出变得更稳定了。就是他每秒的，就假设如果他 0.1 秒的这个持续输出来说的话，现在会比以前更平均一点。那这个改动来说的话，整体的伤害差异这个不太能够测试啦，要等到时候正式服上了之后，实战打起来才会感觉到比较明显了。那再来就是刚刚画面上没有看到的优化资讯，就是大招有这个画面放大的这个功能。那我觉得这个功能对卡莉来说的话算是非常好的一个优化，就是因为毕竟他的这个大绝射程是超出范围外的，所以他有了这个提供视野之后，可以看到这边，哦呦，这个一个冲空了之后，我们这里开了个大招，哇、哦、呦，星际战警开起来了，哇、哦，就，哎呀，射空了，没关系，玩起来比之前爽多了。这样的一个改版的话，我觉得算是一个很大的优化啦，你会让你整个画面上看起来更容易去探查整个视野跟命中对手。那我们来上面清兵之后呢，由于我们的这个凯撒路跑去，我们魔龙路跑去中路玩耍了，所以我们要帮他稍微清理一下兵线。那卡莉跟之前来说的话比起来没什么差别，就是前期就不停的洗兵农，农完之后呢就开开心心的去玩这个星际战警。那你射得好呢你就拿下胜利，射不好呢你就 game over 哦。我们再看一下两个残血，但这边艾里已经交掉位移跑掉了，我们这里目标放向悟空，最后一个瞬移想要杀这个图伦，结果一个被撞飞耶。那我们就限制一下这个人马的走位之后成功杀掉他，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杀这个图文，有他一个冷冻过期之后我们把他干掉，再回到中去洗兵。那卡莉整体来说的话其实算是一只不错玩的英雄啦，就比较可惜的是他需要一段的经济发育时间，要等到两三件装成型。那我们这里看到呢我们的凡人在玩123木头人哦，这个林迪是直接一个面对他完全不能动啊。就呢这个悟空成功的把这个挂机凡干掉之后呢，躲在这个草丛，现在有 bug 啊你知道吗，这个草丛是没有用的啊。之后我们成功把他脚给练住之后把他干掉，再到下半部追着这个艾里走，来来来，我们这个赤色屠戮来了，哇唰，很好，这个你不管往哪边射他看到了他就会往另外一边走，所以这边其实没什么机会杀到这个艾里。那卡莉的大绝强强在团战开起来的时候，通常一定会有很多人聚集在一起，那这一个大招就很难闪了。那我们再回到中区洗兵，现在我们终于掏出了第一件的大装，那么就持续弄。这一场呢，队友跟对手都特别爱打架，所以打起来的话，对卡莉而言不是一件好事，就是我们还是必须要等到有大概两三件装备，就是等到冰杖跟这个皇冠都出来之后，我们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会战效果。那么这里稍微拉一下距离，由于我们没有瞬移的关系，之后呢这里等一下一技能，之后丢一下这个技能。好，那卡莉也只能在旁边装忙了，我们大绝终于好了，来了来，完了，射歪了，哇，射一下要跑了要跑了，哦，这边悟空自己过来吃我们的这个子弹。好，我们的超人赶到了，超人跟莫拉一个帅气的进场，哎呦，我们的超人漂亮，直接把对方推回家，来来来来，要送你回家，真的是直接回家。这个超人很漂亮哦，这个死马直接当活马医，整个都医火了。
又把人家推走了。来来来，这个艾里自己跑回来，那我们这边只好送他上西天了。这个大招就不用了，直接走过去射他一个光速炮。来了，星际战警，哦，就，哎呦，可以。你可以看到现在的卡莉的大招的这个次数就比之前多了非常的多。哎，悟空，我们这里闪一下悟空的伤害，等一下技能 CD， 这边丢一个一技能之后呢，持续往后拉，这边这个超人就这样了。好，所以我们再往下走，持续输出。我们这边没有魔了，但还可以放一次大招。来，我们这边直接瞄准图伦，那图伦也是毫不客气的，肚子饿了上来吃一个星际全餐，吃好吃满直接秒掉。再往前走，就是我们什么都不能干嘛，我们只能普攻，但我们普攻很痛，我们普攻有400多，可以看到这个魔伤的被动还是蛮给力的。那这边我们已经没什么救了，我们现在必须要回家，不然我们就跟一个废人一样。好，我们来吃这个蓝 buff， 很好，没有抢到，但其实这边也是给他比较好一点，就呢直接回补出来之后，这边稍微清一下中路兵线，但上路又打起来了，哇，非常忙碌啊，我们两件装都还没出来。再开一下大绝，是射一下这个令地，但由于我们被这个二技能缓速到，其实贴不带到他。再清一下兵，那就可以看到这个一技能削弱，其实我觉得差别不大，最主要是他的大绝跟这个被动有没有改得更好一点。那这边呢，对方都躲在这个草丛里面哦。现在这个 bug 还是非常实用的，我们就直接朝着他发射就好了。来来来，再一个，哇，可以，很痛。就再往下半部移动，那装备的部分都建议出有带冷却的这种装，去作为一个核心使用。那我们这边呢，稍微等一下自己的大招，闪一下这个人马的大招之后呢，这里开一个一技能，之后这个艾里贴上，我们先开一个二技往后拉。那我们超人一个漂亮的挥空气之后呢，这边大绝已经好了，我们开启这个大招，但图已经交了位移了，我们交一个瞬移跟上去，哇啊，成功的一个空大，漂亮。那我觉得现在这个版本超人确实太强势了，你可以看到他这样子飞来飞去，撸来撸去，就把你都撞死了。但是我这边射老半天，射的有个辛苦的，我一个头都没有啊。那我这边来偷吃一下这个蓝 buff， 我们现在也没大招，我们走过去其实也不能干嘛，这里不是卖队友哈，我们这里就是奋力的迅速将这个蓝给吃完，我们才有战斗能力。好了，来了，我们有战斗能力了，开了一个大招，我很好，效果卓越，持续对对手做消耗。就再开一个技能，这时候哇 ，yes， 抢到野怪了，这才是我们的目标。就这个艾里进场之后呢，我们这里开一个丢不到他的一技能，再等大绝 CD 好。好，大招好了，我们现在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最精华的时期了，我们可以不停的利用我们这个大招做消耗。很痛很痛很痛，哦哟，差一点，可惜。就再开一个一技能，这接一个普攻，持续骚扰这个伯顿。那到时候正式服如果卡莉改成这样的话，我也会希望有更多的玩家喜欢玩这只角色啦，因为其实这角色在开大招优化之后有非常不错的游戏体验，虽然说它的弱点跟缺点还是蛮明显的，比起现在的角色而言就是比较弱嘛，所以它的胜率才会在倒数第一。没有关系，我相信有更多的这个专精玩家一定可以提高它的胜率的。那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直接跟这个林迪对射，我们拿到这么大的优势，我们还差点打输。就这里呢，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机会能够开启我们大招，先丢一个一技能。由于我们没瞬移的关系，好，这里开了大招之后呢，往前，去，可以，这个前后2000万射击更精细，非常漂亮啊！这个大招的优化之后呢，我们这边就可以开开心心去拆对方的上二塔。哇，我们终于出到我们的两件装，快三件了。哎呦，完了，对方投降了，没得玩了，炸开。那就是今天这场就是卡莉在体验服好不容易出完装备却没得玩的实战解说，今天影片就结束了。日剧影片不错，可以帮我点个订阅喜欢，同时打开小铃铛，有任何想法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诉我，我们就下部影片见，拜拜。